迪奥他们家的这个高筒鞋，这个系列其实很红啦。给你换。那之前大家都会看到它的oblique， 或者是我之前也有介绍过，我有一个紫色缎面的。那他们今年出了，它一样是非常受到欢迎的，这是有点像报纸印刷、书本印刷的这种感觉。那这双球鞋可以说它出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季了，还是非常受到欢迎。再来。迪奥家的男鞋有点像老爹鞋一样吧，把绣上面的色彩晕染在鞋子上面。那因为他们家的男装今年这一季有很多这样子的色彩，所以尤其像这种鞋子配上一个宽的紫色的裤子，宽的粉红色的裤子，好亮啊！只有老师男生吗？对，紫色裤子、粉红色裤子谁会穿？老师哪里有啊？老师讲到好像每个男生都有紫色裤子，我们这样讲好了。如果下雨进来说，哎呀，要洗我，你紫色裤子去抖。染到了褪色。这样讲好了，你可以想象萧敬腾这样穿。